是挺好用的。Feel next。Rapid cross。要修，要修。要修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人为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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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有没有开错难度？吓死，好可怕！哈哈哈。No no no no！ I'm gonna die！ I'm gonna die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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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再见。No！ 拜拜。我非常没有良心的跟你说拜拜。Rumblings in the mountains of the Overworld。Whispered rumors say the Illagers are building something dreadful far beneath these ancient mines. Something of soot, metal, and flame. Only a hero such as yourself could brave the cavernous underground and uncover the truth.小鸡在后面一直在疯狂的叫，这什么东西？居然完全没有东西，我还被跳，它还会把我弹起来，什么东西啊？嗯？为什么这边又有个水气跳？哦，好吧，那是下面的东西。哎。妈的，不要生气。什么？结果你知道吗？他叫更，他叫更新我的那个 Windows， 再去跳出来，好的。你去更新还要拜拜，再见。你去啊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镜子，你下载的时候是直接用那个 Microsoft 那个里面下载？啊？什么？你下载这个那个？单纯的说，如果说什么名字哦，就 kill me 了。没有，我是说你是在那个 Microsoft Store 里面下载还是？对，我是在 Microsoft Store 下载。好，就好，这代表我的 Microsoft 很久没有更新了，就 Windows。北京。还是我版本不够，不能下载。竟然有看版。自动更新啊！对，我是自动更新的，所以很怪。对，我也是没有，我自己也是没有去点过的。啊！不奇怪哈，我原来那个被我按的时候，大堆血哦，傻眼！我按的时候，安装是灰色的，就没有人按了。然后按一下，看一下，干，没更新。他说我版本不够。笑你。
不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看啊，废废魔，我骗你。就三个，就便宜就便宜，你看。出去，我回自己的房间直播。我忘记又忘记会再丢出去了，浪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至少我把它砍死了，还好没有让它爆炸，让它爆炸了可能就要 say goodbye 了。然后我看上面有一个桶子，不知道怎么去。我看到你，我又被撞到了，翻船了。有一波可，我先跑了。天！嘿，好可怕哦！不小心把 TNT 丢出去了。Locate villagers， 找到村民们。Left behind， 什么意思 ？Left behind， 丢下。被丢下的人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这小这小小小小东西真的是有够痛的，刀！嘿，我看我正，嘿，哎呀！刚刚像打那个一单皮的，还是用黑布过比较好，就是我不应该把它卖掉的，我错了。画面整个红到完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原来是那个东西降下来，把我的画面整个挡住了。然后我的血量有点母汤。哟，我补完血了。TNT 啊，不是，不好意思，射出一发子，那个箭矢，砍死你，砍死你，砍死你！我不好意思把 TNT 丢出去了，傻眼。天哪！然后这报纸伤害也差太多了吧，傻眼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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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那边也是通得过来的，我其实也不用特别绕路过来的。说，这个箭矢。真的是这个剑，这个弓还蛮好用的，应该说是弩了。这弩真的挺好的，因为它如果你近距离的话，它是五发就全失，伤害就很大。
的灵魂已经够了。哦，一次50发剑士很棒。Oh my god, what the fuck is this? 嘿，嘿，再来一发。哦哦哦，怎么回事？嗨嗨嗨嗨嗨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还好我是用那个震慑的。我想说。原本我是用那个光束炮，后来我就把它改成这个轰炸型的，觉得这轰炸型的就比较好。可以，有一个药水。哦，好痛好痛！引到小路再打。大半啊啊！又死了啊！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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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羊驼救救我！啊有补血的补血的补血的，可以可以。好可怕哦！我天哪！站在铁轨上，哎、啊，我怎么跟着他走进去啊？啊，干嘛、啊？我天哪、啊！吃，释放，对不起。好，一块肉。哎、欸，我有个附魔点数。好，没有了，全部都救活了。然后这里要引开，然后有蜘蛛啊，被毒了，我被毒了，被毒了，被毒八秒七秒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好哦，我还以为是那个是控制感之类的，不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太多窟窿了，真的。才是正确路线，那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哦，对耶，打史莱姆的时候用弩是那剑士是最好的。天哪，那这个一到底是我还有办法再复活一次，还是我剩最后一条命啊？我都不是很了解啊。剩57发剑士，要省一点，不能够乱用。好，左边是正确路线，那我就往这里看。哦不，我看到可爱的东西，不太好。哦不，我在干嘛？我刚刚应该用那个轰炸的，我为什么要硬嘎金？啊哟！我冲！哎哎，好了，没有任何东西，好，拜拜。我的草泥马已经快挂了。草泥马，为什么还没有一只？走开！机器声音没有关掉，就把它关掉了。这里没东西，然后走这条路。
剩51发剑士。好，左边是正确路线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就是一个圈圈而已嘛，看得到地图。什么又一波可啊？现在有点，那血有点残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血有点残，在这边是圈圈，我不想跟你打。回血吧，他会回血的话，那就被那就好笑。啊！你怎么跟在我后面啊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我顺便被矿村碾了一下，我快挂了。我剩四滴血，好痛！四滴血好痛 ！Rapid Crossbow。好高伤害，有30。我来啦！是要去哪里啦？被白白扣到1/3的血，让我杀耶！血量，我的天啊！再喝一罐，好，又变成一个，又是一条英雄好汉，回去找他。哎，这个英雄，那一点屁都不会做，真的。耶，打死了，这是打 boss 了吧？是不是应该先在等那个 HP 水可以用了再？哦，就这我天哪，傻小啊 ，last chance， 就够强耶，哇塞！啊，救！这样可以看来召唤型的好像不太有用诶，打他的时候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好痛啊，真的。可以麻痹他 3.8 秒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来用一下。可以走，这个也这样。但我不知道要不要拆耶，它有比较高，但是把他们吹飞。推五个，还是把他们电鱼？我不知道波子有没有用了，反正就试试看吧，用这个。好，我们再进去一次。
有 power 变21，呵呵，没有问题啦，就只是少一格嘛，嘿，呵呵呵。收拾一下桌上的东西。看过了，开地图，地图好像没有变化。没有东西啊啊啊！你怎么刚好在那个地，刚好走过来，我傻眼。哎，我轰炸，我麻痹，哦，麻痹好好用哦，麻痹真的好好用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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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很紧急的时候，真的用麻痹啊，还有那个炸裂的，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因为炸要爆炸的话，我需要灵魂。如果灵魂不够的时候，用麻痹也是不错。嘿，嘿，轰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这次好多剑士，剑士刀，我轰！哎，啊啊！我死啊！怎么刚好有苦力炮我没看到？不管是在哪里都好，苦力炮都是很讨厌的东西。我的天哪！就是你啦，你这死苦力炮啊！上一次有这么多吗？那个东西，打。差点把自己炸死，吓死！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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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这个一走一回，他刚好就出怪了，吓死了！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加速的果然是不错的。虽然另外一个蘑菇它不止加速，它也有加攻击，但是。就这样子就意味着说，我如果用的话，哎，你这个高速苦力怕，我的天哪，好可怕！要过来！高速苦力怕好可怕，高速苦力怕好可怕。那边是正确路线，没东西。刚刚听到什么东西被撞到的声音？哦，200多根剑士！啊，救命啊！救命！解放！被撞到了，
你怎么刚好在这里？师姐，哎，好，没事，我就在这里等邪回吧。啊，如果阿蒂菲，如果就再多一个就好了，再多一个我就可以装补血了。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装的这些都是蛮重要的，虽然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种的 Artifact， 应该是有，应该是有的，但是不知道会是什么能力。反正目前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晕，他能不能晕 Boss， 如果能晕的话，那这就是好的，这个就不能改。如果他不能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把他改。所以的那个配多了，啊，不行，我不能神经死，不可以再活了。我碰，听到这个抖抖抖抖抖声音没有？要死了要死了！还剩多久才结束？顺便看一下装备，拆掉。不，好明天。就是。看有什么东西是新来的啊，先看父母。三一等的毒鱼，这个是我还是用雷，反正雷好好用。什么这里还有？哦不，这样来说右边的路比较安全，欸，右边我才打一个，
我走左边那个到底有多少光怪兽，我也不知道了，太多了那边，太夸张。剑齿是剑齿，对，我现在很缺剑齿。这一刀有点痛，哦呦，没事，小G被撞了，但是小G那边没有问题，看一下那边有个箱子，还有箱子会标记出来，不然我真的会直接溜回来。Supplies， 面包，还有剑士。200个呢 ？Oh my god！ 打他突然之间不，这是遥感 ，vibration。哦不 ，key bindings。哦，可以。攻击我要用，把它按成这个。然后，移动好像不行，移动就算了。不知道。哦不，攻击，移动也变成这个按键了。Villages， 这边就是那个。哦不！痛！好意思。该死的父母狼在这里。
先躲再说，为了避免被射到，我躲在岩石后面。我剩到底24滴血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试看。还想要附魔啊，冰鸟。为什么移动跟攻击一定要在同一个键啊？好讨厌哦！那就有一个苹果可以吃。突然发现，没事。过来。为什么有一只快已经快死了？喂，没事。喂，这样子。哦，我觉得好像有吸血会比较好，那没办法，我没有吸血。个人觉得，因为它其实有三排嘛，但是可能前面一点的武器是没办法到三排的，两排应该就已经很稀有了。然后我这把长枪是有的，不知道怕不知蜘蛛死掉的那个姿势有点好帅，它就是滋，然后就扁掉了。那边是正路，所以这样子开一开。200多发箭矢。我还以为公子出来了。我又不小心被轰到了。哦，啊！为什么我踩到岩浆是不是？啊！习惯打这个，还是用习惯的按键比较好。好几次都是因为按键不习惯而死。天哪！至少晕可以确定是没有用了，要改掉。现在好用，但是打 boss 都没有用的话，就有点讨厌了。这个好了啦，到时候我打 boss 的钱我就把它换成这个。好，然后把按键改回来。default。
看看，拆，别拆掉。比较好一点，猜我猜鞋子比较好。好，可以。我想要一个一件整理件哦，好麻烦。啊！哇，我已经失败几次了。为什么我的 power 会往下掉？算了啦，我们还是玩这个好，玩这个难度吧。看一下哦。哟，直播还是正常进行，出发。地图，再一次出发。哎呀，但是我好像看得到他的附魔是附魔了什么东西，不过太紧张了，所以我直接就把他给卡，不要给把他给毙了。哎。来不及，好痛！再看，再看。啊，我在看什么？好痛！嘿嘿，我拿到空钥匙喽，来喝。哎。啊！要挂了，快不行了。这 defect 能不能增加？我已经说不要去。哎，不接。哦，有剑士，很棒。看过了吧？我左边的确没有东西。不看。啊，刚刚看到700多，那个伤害好棒。长矛真的很好用。可惜没有那个加上攻击速度的，那有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好。跟你拼了，跟你拼了！好，拼完了。有那个哥，那伤害药水真的是太好了。更何况我还有反伤效果。对耶，讲到反伤，我的铠甲的那个等级太低了啦，被打很痛耶。刚讲完我就快挂了。打完这一关，差不多就要准备去刷我的装备了，不然太痛了被打。
得好像是我现在可以打的是18到25嘛，然后再往上那个是18到27嘛，然后我的这个才刚刚好到18而已，最低的那种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。Supplies， 补血。这里是第一阶的，对，是第一阶的。嘿，放，野生的。升等好像没有去，上一次升等的时候好像没有去看那个附魔等级，去看一下好了。哎，没有，我有看，我这个才一个附魔点数，好哦，那就没问题啦。差点自己冲去撞，欸，对，地形好像有变化，就是上一次好像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悲剧，就是开头那边没有变了，然后后面就是有变了。灵魂满，这样的话待会有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死了。有变高19点，哎呦，可是重点就是我需要 Hunter 的这个装备，因为那个可以加进士，获得数量。我轰，差点忘了被动。头盔的好像就不会没有办法感电，不是感电了，那是日文拍写，日文的触电的那个讲法是感电，所以我才会说是感电，然后汉字也是写作感电。剑士啊，300多发，我有哇塞，棒哦。哦，看到可怕的东西了。耶，yeah， 又有剑士。哦，这个烧，这个火烧到底什么东西？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消掉？怎么还有啊？嗯，
太好了，平衡了。好，没有东西这里。灵魂一探，嘿，好像他的那个 images， 英文的 images 好像都是这些，就是灰色。一开始是以在森林大战里面出现，然后后来他就变成突袭的成员。不过大宅里面也不会有这种奴，会拿奴的东西啊！可恶，发生这一次。怎么又有一只快死了？树。哎，应该没有东西了那里。哇，在附啊，冰凉，哇塞！什么的？不，没有剑齿啊，也是可以啦，因为毕竟我剑齿还蛮多的，所以好像也还好。啊，有一个箱子。伤害药水，可以，不是伤害药水，力量药水，看，面包，这样感觉起来，那个，就算我是第二次来的话，我的那些瓶子那些都罐子啊。箱子啊都还在，为什么我刚刚自己是私下偷偷跑了一场，那边却没有什么东西，傻眼。啊，要打 boss， 要打 boss 的话就要换装了。增加我的攻速，我现在有三条命。Achievement unlock, oh shiny， 有什么 shiny 的？这样看来好像有召唤师，然后有捕师的话，感觉就是用那个狼的铠甲，因为它可以帮忙补人。你用药水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帮忙补别人。蛮方便的，然后就结束了。So the rumors are true. The Illagers are building a dreadful forge under the mountain. 好。
这个东西，拆东西喽。我留一种好了，这个比较好。可恶，这个没有更好。哎，哦，可以发射火焰弓箭。没钱。Give you burning arrows。 前两个其实都很需要，尤其是单刷的时候。如果我不是单刷的话，那可能还可以。但是我是单刷，所以就对，这两个东西很重要。哇，时间已经快要到了。有两个地方可以去，然后我想要找去可以刷我的那个装备的地方，然后就走这里。看一下哦，看 artifact， flaming quiver， 然后这是蘑菇，怎么办呢？我想要的 artifact 的地方却没有我要的防具。要选哪里啊？选蘑菇了，虽然也不一定会拿到蘑菇，就是。回头刷装备，希望可以掉一个好一点的装备。至少20以上吧，不要来一个20才十几的，我哭哦。哦对，我还有反伤的能力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给反伤，这也是个很大问题。如果我要刷到一个反伤又20多的，哇，真的是有点难。这是什么？剑士。下来。我下来在干嘛的？傻眼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有件视频啊，这边有一个罐子，绕远路，好，没东西，可恶。我比较好奇，我有点好奇啊，那个剑士有没有导电的？如果有的话，那真的是超多。剑士，可恶！有时候真的不太喜欢剑那个剑士。拜拜。因为很容易按错。这里有东西吗？
BGM 算就是稍微有点简简单单，但是也是很应景，不错。从右边，啊不，左边，左右部分，傻眼。我还以为是共通的，没想到居然是完全的一个另外的区域。Smite 点是哪？我到底是哪一个能力啊 ？Smite 点？我点这个吗？还是那个是 combo 击杀的意思？是一个新的区域，Oh my god！ 当时那个按钮全部都是他们按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按。哦，把这个吹熄。吃苹果。僵尸是红色的，原来只是因为没有出现在地图上的门，就是被墙壁那些挡住了。还有那个僵尸真的是红色，吓死我嘞！拜拜。这边有一个蜡烛，不能吹。苹果一颗。好，不能吹。没有东西可以按。好，就去。顶着好多的 TNT， 好可怕哦！我的天啊！然后那这边是出去的路，拜拜。那出去还是往下一个区啊？先上去好了。连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植入两边的共通就是可以，就代表说也是不错啦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不用重新跑回来这样子，至少头上又多了一个点，好可怕。哦，
所以 Fire Quiver 我可以先点。哦，然后一次可以有七发的使用量，用完之后它应该才会开始进入那个倒数，有点可惜。啊，不小心被轰到了。进来。不看，没东西。好多吃的，好多吃的，我可以拿好多吃的。升等了，升等了，升等了。住啊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东西。没想到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用到，没有用到弓。那个刚刚那个地方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啊、哦，不小心被轰到了啊、哦！快点喝水。阿 Q。啊，我真的用到弓了，我还是用到了。哦不，艾希啊！就是我要 scroll， 好可怕哦！护工跟加那个土地方好可怕的组合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还是很，这里还是很难打的。给我吃的，它没有掉。他不肯掉，先把剑士扔上去。比较慢的一条路，那有没有深海慢牛之类的东西？哇！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到我要的那个快点，我傻眼。太扯了，一个都不掉是怎么回事？太北西，什么东东？你在讲什么？没有大腿，没有大腿，这里不是大腿。
可以吃肉，肉，然后这边有东西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好。哦，有甘蔗，刚才注意到那个是甘蔗。冲啊！这条。再冲啊！村庄。哦，这有一个东西可以进去，它是房子吧？对，这是房子而已。进去。好，捡完。其实还有个房，还有两个罐子可以拿。好。诶，这边是不是有路可以走？我看到，我看到有一个真正的萌新，他拿着钓竿，表示还能钓鱼，真是可爱。没有看内容，好吧，其实我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，我也是以为可以钓鱼。哎呦！有了，可以动，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，快！嗨！我应该不是说走开才对，给我过来才对。Free the villagers， 又要释放村民了。释放。看。用剑子跟他 say hi， 从背后打他，打死他，好爽。东西这里，剩最后一个人要释放，释放完就这边的路就是 find the exit。好，现在要找路出去了。哇，我剑子可以随便用了，天啊！突然发现我剑子是怎么回事？七百多了，七百多了。
上游戏区。没东西，冲啊！所以我往下走，不是吧？我来打装备的，你居然一个都不掉给我，这么不给脸的吗？傻眼！我箭手怎么好像不会少啊？我又没有点，我又没有点那个无限，我没点无限啊，冰鸟。诶，这里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同一排射不到，我觉得不科学。耶，结束了。These villagers are free from the clasp of the illagers, all thanks to you. 结束。有一个收获了，好啦，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2点再见，那直播我就先关掉了，那拜拜。